Red Pill。This is technology. It's a computing language, and I can build an app on it. Is Bitcoin the currency of the future? Crypto gang, Ether gang, Bit gang, Alt gang, Light gang, Cash gang, Blockchain. Whoa, I don't really ever buy stocks, man. No. Haters wanna say I'm in a bubble, man. No. Chew 'em up like bubble gum. No. Just made a meal with my pocket change. No. Wreck about to go and join the huddle gang. 尊敬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好。2017年，我离大概有半年时间，大家已经处于一个神经紧张的一个状态。2018年，这个行业会更精彩。所有东西，2017年赚到大钱的，2018年还会赚到；2017年没有赚到大钱的，2018年也会赚到。谢谢大家。哇！伴随着香槟塔缓缓的注满，也将预示着2018年。我们专注于区块链的媒体要一起合力，为中国乃至世界区块链发展进程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今天来参加今天的酒会，也非常荣幸啊！今天能够跟这么多朋友过去啊，有可能名字是久闻其声不见其人，今天终于可以名字和人对上号了。那我们现在全球有2400万的用户，每个月有6万的主播开播。然后2017年呢，我们在阿怪上面虚拟礼物将会创收超过1亿美金的一个收入。那能够2017年是一个我们刚刚开始把区块链落地应用的时代的话，我相信2018年会是它真正爆发的一年。区块链行业，第二个就是从里面本身的大行业。其实这一年，我们都是一这才从业者啊，所以也经历了风风雨雨。我想大家都有很多东西要跟我们在座的嘉宾进行分享。